阿亮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办法帮你。我今天被署定姐定了，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企划案完成。没关系啦，你忙你的嘛，这边我来就好了。谢谢。你先忙。哦，又是问问题的孕妈咪们，我真的没时间帮他们查了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帮你回答。啊，真的？给我啦。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我最近体重一直增加，请问怀孕期间体重增加几公斤才算正常？这我知道啊。嗯。怀孕期间体重增加10到14公斤较为恰当，每个人状况不一样，建议用 BMI 值计算。好了。哇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好厉害哦，你都不用上网查啊。你不是叫我买一些妈妈怀孕的书来看吗？里面刚好有写到啊。哦。不然这样好了啦，你把你 FB 密码给我，我来帮你回答这些问题。真的吗？嗯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，谢谢嘉平你了。好，交给我。好了，先忙吧。嗯。精致男和邋遢男都喜欢帮雅芝擦鞋子。邱又廷也会帮米娅擦鞋啊。嗯。那你现在知道我跟米娅的特殊关系了，你怎么看呢？嗯，我有和雅芝说啊，如果她想回去邱又廷的身边呢，那就直接找邱又廷谈。但是他却选择把你带回来爱情公寓一起同居。那是因为米娅善良，她不想破坏你跟邱又廷的关系，她的选择是因为你。如果邱又廷爱我，没有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关系。而且事实证明，即便有雅芝的存在，邱又廷还是愿意重新再买婚戒和我结婚。那我就祝你幸福咯，要努力让邱又廷爱你。而我要谢谢你，你让我从假男友升级成为假同居人，谢了。你要脚抬一下，抬一下，我要脱。哎，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脚抬一下，谢谢。嗯。丁杰克先生，你们看到大家都在忙吗？女生都快忙不过来了，你还不帮忙？你还那么多的闲时间给我在那边喝红酒，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？哎，我去开门哦。我帮的忙来了。哦，先生，那我先走了。哇，哎，这些礼物都是你要买给韩妈妈的吗？杰克，你一次买5个会不会太多了？除了要送给韩妈妈之外呢，我也要送给我们爱情公寓的每个女孩子一人一套礼服。来，米娅，这你的。哦，这个 thank you very much, thank you。这个是 Kelly 的。哦，好漂亮哦！我的。你的。谢谢。哎，我们去试穿。好。
看嘛，你两个小杂货啦，提别人物件根本都袂去，袂见识。还是我们家 Kelly 最好了，拿人家的礼物都不闻。这太有心了，感谢你哦。不客气。你把洗干净了，小杂货内心不干净，早晚有一天我们拖把把你拖干净。好了，我的忙帮完了。我的嘞。你要穿裙子吗？送你啊。欢迎光临。哦，思思啊，今天想要外带什么咖啡啊？我今天没有要喝什么哎。嗯，我是来问说光心哥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啊？我有点想念他。你有点想念他哦。可是，好吧，那我就实话实说咯，光心哥他啊。他永远不会回来。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啊。我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跟他之前才讲好说我们要当永远的好朋友哎，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是吗？因为你被我骗了啦。吼，李博翔啊！干嘛？我的标准很简单，你平时要逗我、闹我、笑话我都没有关系，可是你要拿光心哥跟我开玩笑就是不行，因为光心哥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嘛，放轻松一点了。去你喝咖啡嘛。我想，哎，学长，哎，思思，哎，你也在啊？对啊，来找光心哥啊。哦，阿亮哥，你怎么会买这么多的纸尿布啊？子瑜最近才跟我说，他有点害怕生小孩。该不会？哎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她没有怀孕了。这样，子瑜没有怀孕，那你买这么多尿布干嘛？哦，学长，该不会你最近有尿床的习惯吧？哎呦，这样可怜。对，我尿床而且尿特别多，就是你的博翔过来帮我测试。学长，先不用了，我最近没有尿床的习惯。赶快过来啊，快！是走我走向的我，哇，不能呼吸啊！这，哇塞，哇，是啊，这里面挤太掉，透气度不好。哎，那博翔，以十分来讲的话，你给他几分？啊？六分。六分。对啊，对啊。接下来测他们的吸水性，博翔，麻烦你了。尿尿喽。哇！哎，马上吸收，学长。他结块了。结块啊！哇！哇！哇！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干爽，而且看起来没有湿的感觉。真的。对啊，哎，难怪现在这么多新手妈妈有选择障碍。现在纸尿布的科技太厉害了。快亮哥，你为了帮子瑜回答最炫美的脸书问题，这样亲自买了各种厂牌的纸尿布来实测，你真的好有心啊！三角子瑜，二点哇！宝贝，你喉咙怎么了？没有了，就口干舌燥，可能是太紧张了。你干嘛那么紧张？你不是第一次见我妈咪？不是啊，以前是阿姨嘛，现在是丈母娘，心情不一样。准备有便利商店，我去帮你买瓶水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去买就好。没事啊，我去买，你留在这边，不用，马上回来。阿姨你好啊。阿姨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姨你好啊，哈哈。那我想过这么久的事情，你应该不会计较了吧，对不对？爱哭啊！好久不见。
烦我，来让我看看。哎呦，你还是跟十几年前一样，满脸肉肉的。你说那个胶原蛋白啊，真的是让人看了羡慕、嫉妒、恨呢。我们家韩林呢？啊，对，去买水。你的毛细孔全堵了是不是？油腻腻的，恶心死了。阿姨好。在叫谁呢？小干妈。比干妈更难听的就是前面加了一个小字。你看不起我？老干妈。我很老吗？我跟韩哥已经离婚了，再也不是你干妈了。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比较好？我可以忍受你叫我一声宋老师。宋老师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太疏远一点？爱顾华，我真的喜欢你这一点。哪一点啊？离我远一点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过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。你还敢碰我女儿？说过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。你还敢碰我女儿？滚！妈咪！啊！阿弟！妈咪呀！妈咪！想死你了！我看看，哎呀，我女儿越来越漂亮了，漂亮我都不敢认了。妈咪才是，跟我上次看到你一样呢，没变，又漂亮又年轻。哎呦，我只要一想到能够跟你见面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效果比玻尿酸还强10倍呢。哎呦，看我女儿气色这么好，相信艾伦一定是很棒的男朋友。艾伦哥，这个对手蛮好的。嗯，谢谢你照顾我们家韩林。滚！谢谢你照顾我们家韩林。啊，不客气啊，宋老师。那你怎么叫我妈咪叫宋老师啊？这样很疏远呢。哎呀，没有关系，妈咪那么随和，大人喜欢叫我什么都可以。啊，是这样不太妥吧？好，先不说这些，跟妈妈说说你这几年都在忙什么。你说每次视讯都匆匆忙忙的，哎。不如我们边走边聊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我们车停在那边。好嘞。哦，艾伦啊，嗯，行李就麻烦你了，谢谢。走。嗯，跟你说啊，这几年啊，我到。双面人啊，死定了，这次死定了。哦，难怪韩林皮肤那么好，原来是遗传到韩妈妈的漂亮皮肤。当然，哎，而且韩妈妈真的好亮哦，衣服好时髦哦，真漂亮啊，就像那个啦，韩国明星 K-pop star。哦，就是韩流明星，不然怎么叫宋慧乔呢？对不对？韩林就是因为跟叔叔还跟克莱生出来漂亮女儿嘛。嗯，老鼠哥。你真的很幽默，我喜欢你。啊！韩妈妈，你都把大家的名字都记住了。我是编剧，所以对名字特别敏感。哦，那我呢？小飞，嗯，绰号大饼飞。哦，这个知道。那我呢？国际名模赵雅芝。Oh my god！ 被美女说我是国际名模，好害羞哦。妈咪，你别顾着说话啦，喝点东西。谢谢，早知道你这边环境这么好，你看室友又那么可爱亲切，我应该早点过来的。嗯，没关系啊，我也是刚搬过来而已。嗯，我是 Jackie。哦，你穿衣服这么有 sense， 我很欣赏你。谢谢小干妈。嗯，你怎么会这么叫我呢？
我是听过黄总监这样称呼您啊。Jacky， 你要叫宋老师了。啊，多生疏啊！以后就叫我小干妈。小干妈，其实我真的很敬仰您的作品。该不会是那个他的前半生？不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向谋杀天后 Agatha Christie 致敬的悬疑片，叫做……谁都不能少。对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最后都没有猜出来，原来戏里面的大魔王是个少年。嗯，他看起来天真活泼，但是坏事做尽。他先是逼女主角跟她的丈夫离异，后来又让女主角跟她年幼的女儿分散了。哦，好险！你知道那少年最后惨死在小镇居民的乱刀之下，哦，真的是太有张力了。哇，这都要多亏了我的人生历练，给了我创作的养分。Jacky，你知道那个大魔王叫什么名字吗？该不会里面有尾或者是轮吧？还是小名叫做小黄 ？No， 他是一个英文名字叫 Alan。对 ，Alan， 跟你的英文名字一样。能够跟宋老师创作的角色同名，是我三生有幸啊。不是啊，任哥，你怎么还是叫我妈咪叫宋老师啊？你不是以前都叫她小干妈的吗？很久没有听到人这么叫我了，还挺怀念的。以后你们就都叫我小干妈。那我要叫了，小干妈。乖。小干妈。一点都不像一人皇讲的那么酷。好，来来，你在背后都是怎么形容我的？我恐什么？我是说您饱读诗书，读遍孔孟学说，谆谆教诲我呢，要品性端正，不要学做坏事。然后说不要乱尿尿。不可以乱粘东西。哎呦，不能乱打棒球啦。看来你经常聊到我啊。嗯，偶尔啦。对了，这一点小小心意要送给你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也有礼物要送我的宝贝女儿。韩宁，赶快打开来看。哇，妈咪 ，Thank you， 喜不喜欢？嗯，我中意了。好漂亮哦，你爸。嗯，看起来价值不菲，可以当传家之宝了。嗯，编剧妈咪一出事，不然吓死宝宝了。真的，哎，任皇，你刚才不是要送礼物给小干妈吗？你干嘛收起来？对啊，你不是有礼物要送给妈咪？出来，快看看。我喜欢，希望您会喜欢。买嘛，干嘛给？又是玉镯啊？你是朱天发一家人吗？真是让我想起很多往事。宋老师，不客气。丈母娘的100个方法 ，Yes。我妈人很好的，很好相处，不需要讨好她，平常心对待就好了。这关系到我们一辈子的幸福。
你妈咪要来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可能写一张杀死女婿的100种方法还比较有用。不对，我可能连成为女婿的机会都没有。阿米，你要的东西呢我都放在浴室，然后小剪刀啊指甲剪我都放在这里。这个呢是我特别帮你准备的，保证穿上去特别好使。还有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块。哎呦，宝贝女儿真是贴心，什么都帮妈咪准备好了，真的很喜欢。这是当然的。走，哎，其实啊，这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 Alan 哥准备的。哦，嗯，跟你是个秘密哦。Alan 哥自从知道你要来之后啊。紧张的要命哎！说什么他小时候做了很多调皮捣蛋的事情惹你生气，怕你会记仇。哎，他都还记得啊。但是我问他，他都不说是什么事情。妈咪，你知道是什么事吗？爱国皇那个傻小子，你说我怎么可能跟小孩子计较呢？你请国帝爷了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都还敢话的。你知道吗？他居然还准备了一份那个什么讨好丈母娘的100种方法，要讨好你，夸不夸张？妈咪啊，你一定要给恩恩哥表现的机会。他这个人呢、啊，自尊心有一点高，爱吃醋，有时候很喜欢讲那种听起来像道理的歪理，有时候很勇敢，又有时候很俗辣，但是他真的对我。宝贝啊，真系咁中意佢？系啊。好，只要我女儿开心，我就开心了。Thank you, mommy。啊，对了，我帮你买的那个洗发精跟沐浴乳啊，我放在房间，我去拿。不急，慢慢来啊。这不是我，不是你！真的是太颠覆我的想象了，这套礼服穿在你身上发挥了200%的价值，你就像是一颗闪亮的星星，让我为你服务吧。我准你勾引我老婆，这颗闪亮的星星是属于我。你不要跟他讲一些狗屁的话，这些都是鬼话。所以现在是说他对我的称赞是鬼话吗？不是我的意思。Kelly， 漂亮，你呀、啊。教廷，大亮穿的这么正式，你这穿的是什么啦？我在家呢 ，OK？ 哦，你奇怪你。好了，不要吵架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吵。你衣服还不是人家给的？吵死了！谁要？要帮我用吗？我能说不吗？小姐，你今天穿好漂亮，背后会不会有人在？哦，我故意的啦，因为这件裙子不便宜啊，我想说我穿完之后拿去买。应该可以卖20000多，难怪是王上飞脑袋给 ATM 了。总之我帮你弄了。好夸张，哎，你好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谢啦。客气啊。哎，给你啦。好，谢谢。请大家一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最佳女主角，宋怀乔女士。
我眼睛都要瞎了。谢谢你，这些全部都是 Jackie 的功劳。Jackie， 我真的在怀疑你是不是有读心术。你看你送给我的礼物，不管是样式、颜色跟材质，都是我喜欢的。你真的是个好贴心的男人啊，在你身边的女人真的好幸福哦。雅芝，我说的就是你。谢谢小干妈。这些东西呢？凤梨。哎呦，你看你们两个那么甜蜜，真是羡慕死人了。Jackie， 如果你还是单身，我一定会把我的宝贝女儿塞给你。宋老师，不要忘记韩玲还有个男朋友，就是我。哎呀，有一瞬间我真的忘了。开玩笑了，开玩笑。哎，幽默，幽默。Jackie 啊，以你的经济能力，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，然后跟雅芝两个人过二人世界的嘛。啊，小干妈 ，Jackie 啊，他是超级大气。雅芝呢离不开我，啊 Jacky 呢离不开雅芝，啊雅芝搬进来住 ，Jacky 就进你住。哦，而且他们的恋爱啊是纯情的那一种。小干妈，我跟你说 ，Jacky 他。小干妈，那个我很开心可以住进爱情公寓，这里是米娅的家，而我是米娅的家人，所以我住在这里很温暖，也很有归属感。嗯，对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你喂我吃水。对，我那因为我你好不好？好。我要，我要。天吗？那今天就由我和韩玲率先表演，我们要表演的是笑话。大家拭目以待哦。好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嗯。来，宝贝，告诉我这个的英文数字是什么 ？One。Two。Three, four. 这个数字很奇怪，是什么啊？啊，这个是 wonderful, wonderful. 好干哦，好冷哦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总监呐，这个欢迎会是你策划，也是你想的，你怎么可以讲这种笑话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可以啦。问你。狗的英文怎么说 ？Dog。拿腊肠狗呢 ？Sausage dog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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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是 dog。这个比这个好笑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谢谢你陪着我，谢谢你理解着我，让我爱上微笑的面容，面对自己也慢慢收拾了许多脆弱，害怕失落，还有你守护我。谢谢。那我就唱一首我最喜欢的歌，献给我最爱的女儿。哇，妈咪，那我陪你唱。甜蜜的家庭啊，我的家庭真可爱，贞洁美满又安康，兄弟姐妹都和气，父母。慈祥的爱，
宝贝，对不起。你怎么哭了啦？宝贝，对不起你，我当初不应该离开你。哎呦，那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？你不要放在心上嘛。其实那一直是我心里第一根刺，每心跳一次，他就会刺我一次。我对不起你，我让你吃了太多苦。妈咪，我过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我了。宝贝，妈咪跟爹地离婚，造成那个破碎的家庭，那都是我的错。你不能重蹈覆辙。看到你得到真正的幸福，是我现在最大也是唯一的心愿。我会幸福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对不起，你一定要幸福，你千万不能跟我一样，要幸福。哭了吗？不哭了。秋婷要带我去拍广告，那个地点有点远，所以我们就得早点出门。拍广告？请问是什么样的广告？广宽。是一个标榜年轻都会的眼镜广告，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品牌。拍大品牌的广告，你就穿这样带可以去啊？怎样？我穿这样又怎么了吗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要带 Kelly 去菜市场卖菜瓜布。这哪里像卖菜瓜布啊？哎，你讲话客气一点哎。我是个经纪人，我又不上镜，你管我要穿什么？邱又廷，经纪人就是艺人的门面，你穿的随随便便去见客户，客户也就随随便便看待你的艺人。Kelly 的质感都被你拉低了，可能原本可以谈50万的 case， 硬生生被下修到20万。Kelly， 你都不会要求他的吗？我讲过100万次啊，你觉得他会听我的吗？哎，你现在不是说我穿怎么样都很帅？平时怎么样都很帅啊，但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嘛。不行，走。弟弟，你要干嘛啦？带你去房间改造你啊。好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要带他去拍广告，你别在那边闹。没差那半小时了，走走走。Kelly 上。我就真的要赶时间。帅耶，邱又廷！开玩笑，这些都是我的衣服好吗？都是你的衣服啊。但是如果乱搭的话，就算是名牌货，穿起来也像地摊货。拜托，我好歹也是海陆出身的哇，体格这么好，什么东西都能驾驭。OK， 其实穿衣服啊，最重要的还是看场合。你刚才穿得太懒散了，不适合去工作场合。像今天你要带 Kelly 去户外拍广告，整体来说是可以穿休闲风，但是一定要搭配一件这样的休闲西装外套。除了可以展示你的品味之外，还可以提升你的专业形象。之后再看场合的正式程度去换衬衫、西装裤或是皮鞋。哎，讲得很有道理 ，Jacky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我就不相信我穿成这样可以帮 Kelly 谈到10倍高价。如果要提高10倍的价码，穿这样可能还不够。加上这个应该就可以了。利用一只名牌的手表彰显低调的奢华，这才是穿搭的最高品味。送我的，借你的。小气耶，邱有志。啊。哦。预祝你今天跟客户谈条件成功啊。对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好，我大家去谈 case。谢谢你啊，好，大家走走走。来，谢啦。车子也借一下啊，拜拜。怎么都是些乱七八糟的衣服。
我知道你样样比秋婷强，但你只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说，我一定改。你不是邱又廷。为什么米娅跟 Kelly 都会喜欢这么没有品味的男人？这种衣服穿了能看吗？舒服的吗？还是我穿好看。思思，这个是等一下开会要用的，追寻妈咪的企划，你等等影印发给大家。好，没问题。总监，等等。这是中秋节特辑，不是追炫妈咪企划哎。好，我拿错了，等我一下。我跟副总讨论过这个企划案了，因为他本身是准妈妈，所以他非常支持。那由我们讨论的结果呢，这一次就是由街上随机采访的方式，那主持人就由芷芸来担任。总编，我不行啦，可不可以换个人啊？你一定可以的，之前我们很多专访都是由你去采访的啊，你这次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试试看。这条线呢是丁先生拉的，我会请他帮我们找奶粉厂商，看怎么合作。那冠名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话，就直接用最炫妈咪来当专栏名称。能够这样最好，彼此都能得利。那除了冠名之外，广告赞助的部分就要麻烦黄总监了，帮我们多拉一些广告商。没问题，我会多找一些运营厂商的赞助。总监，不好意思，是广告商的电话。好。喂。是。好。我会再转告总监，谢谢你。总监，广告商打电话来说报价单的项目不对，他们没有要做全班的广告。可能是我发错了吧。总编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你先去处理。Sorry, 不好意思，今天早上那个报价单我传错了，我刚刚又寄了一份。不好意思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请进。总监。总编，你们开完会。总监，你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好哎，是有心事哦。是韩妈妈来的是吗？你们见面了如何？啊，你先坐。啊。见面的感觉就像古代帆船出海一样，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其实呢都是假象，海面下暗潮汹涌。你都不知道下一秒会被传回人亡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跟你说，我昨天终于见识到比双重人格更厉害的双面人。双面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表面和善啊，人人称赞，然后一转身的时候，邪恶就显露出来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。你说的这个该不会是韩妈妈吧？她根本就没有忘记，
而且他还不断的提醒我，他没有忘记。怎么可能？这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？而且那是你小时候无知犯下的错。No， 他绝对是故意的，他已经计划好要折磨我。我已经预见到我的未来，他一定一脚踩到底，把我蹂躏到不行。还是说他其实像韩律师一样，只是要试探你对韩玲的感情？希望如此，但是我觉得他这次专程过来就是要收拾我的，我逃不掉的。这是你种下的因，所以你就要承受这个后果了。想开一点吧。我知道，为了韩玲，我一定尽全力通过阿姨所有的考验。加油，我相信你办得到。总编，我要去街访，要用什么造型啊？我知道，子瑜是最炫妈咪，所以当然要用最炫妈咪的造型啊。不好吧？这样会不会吓到被采访的人啊？才不会嘞，这样明明就很炫。最炫妈咪的名称还有造型都是有版权的，不然我请丁先生去沟通之后，我们再来决定。那我们就先暂定亲切自然的路线。其实，子瑜，你只要本色演出就好。可是我怕我挑的衣服可能不太适合哎。那不然你多拍几张不一样造型的照片，我来帮你挑。然后等丁先生那边搞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上街采访了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加油。庄先生，您的需求我已经写下来了，如果找到合适的房源呢，我会再联络你。麻烦你了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这个就是你阿嫂老板那个。好呀，前阵子我又找上辈帮我顾摊顾一阵子，不过最近呢，我们两个就互相 cover。Oh my god， 你不会觉得太简陋了一点吗？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，每天晒太阳不觉得热呀？你不觉得辛苦吗？不耶，待在户外总比待在那种密闭的办公室里来的舒服。而且多晒晒太阳，身体可以合成维他命 D， 预防骨质疏松，给我呗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等妈咪翻新加坡了。改造完的衣服到了现场，他们对我的态度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啊！还会主动推荐我说叫 Kelly 的去当另外一支广告的女主角。我是希望借由这个影片播出之后，可以让更多人重视职业妇女在照顾孩子的问题。仲贤啊，以后呢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。爸，谁？已经30公里了，什么时候要结束？我本来只是拿过来给你的。多云偶阵雨，偶尔失去太阳的勇气，就算挫折浸湿了翅膀，梦想也不曾停止远扬。前行，遥望着雨后彩虹，幸福缓缓降落，手牵着手化作翱翔的微风，背起了灿烂星空，把梦全都照亮。手牵着手，化作翱翔的微风，飞进了灿烂星空。